见嘉伦遇到女星。第一段。小小舞会上山坡。第二段。一切不留此事，即便他有婚约，我没有立誓，我可能也就我可能成皇帝了吧。不是，永守西周，大家的信念也是这样的。啊，是吗？那重拍。第三段。一般是同桌，一般是同桌。跟我当伴来说最好，下午下了课我就训练了一个桌子。不是上课的时候，过来呀。下午当小鱼的时候嘛，桌上是个男的，我把他的书抢过来，说以后我是大明星，我就给你签字吧。把他每一页都签上去。现在是我签的名，杨一奥，不叫杨一奥，叫杨，每一个。第四段场面给我们原版先预热一下可以吗？这就已经开始宣传剧了吗？是的，可以吗？二位感觉有点是谁摸谁的头啊？你摸摸，你们在剧里是怎么最甜的一面？那就还是摸摸头吧，因为大家好像还蛮期待的。可以，头吧。Next paragraph， 有什么属于你们这一代人比较有标志性的动作可以教给我们？就我最习惯的动作啊，就什么样子？我们俩搭在一起。你不会唱他那个闽南语吗？但是他那个词，你还真得唱他的闽南，要不然真的吗？一宿瓜，心奶哎，你洗我心奶也七宿瓜，七宿瓜哈，七宿是一种瓜。第六段就说好，那我就像。对，不知道，我不俗啊，我哪俗啊？好好好好好，你会管男粉丝叫什么啊？我有男粉丝啊，男粉丝啊，哥们儿呗。有没有很喜欢的演员？黄渤老师啊，影帝哎，谁不喜欢啊？演员就是演绎不同人的人生吧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吧。我就继续保持我自己认为对角色的理解就好。你的未来会有一些规划吗？就是把现在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。对待自己的过去，少了一个月的时间都不会有今天的我的。我认定了一件事情，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，但前提是我要看清这件事情，看清自己。好，第七段。睡觉睡觉睡觉，我想剪一个圆寸之前然后被身边人拦着了，说拍戏可能不是特别适合。其实我不是有意的在留头发，只是拍古装戏它需要你留到一定长度，所以我就偶尔的会扎个小辫子吧。最近没有特别喜欢的发色。好多啊，我最近很爱吃鱼，我妈老给我做鱼吃，最近很爱吃鱼，很爱吃海鲜。生日愿望就是一定要身体健康。第九段。这戳我的脚啊啊啊！这两个女生今天疯了。啊啊跟女生争的，我就一直。第十段。稍等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刘浩金。第十一段。看他战胜归来的那一秒钟，就一见钟情哈。太假了，这个就是他那个镜头啊，离得那么远，在那个城墙上面，他看都看不清，还可能看错了吧。第
第十二段。屋的样子不一样。你还没有看到蘑菇屋。没事没事，来这儿还要什么刘海？有没有人出来迎接一下呀？哇，这个地方环境好好啊。生活。那我们悄悄进去好不好？你是说敲敲门？直接静悄悄的。敲敲门。敲敲门啊。不不。没事吗？当自己家，一看你就是来过。你看轻车熟路的，我已经看到。第十三段。真的会担心吗？因为他年纪也小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会觉得会不会像网友说的，就很不配这两个人。后来的一些表演上的一些东西，就是完全让你想到这一点。他说姓是那个姓。很喜欢这句话，很喜欢，很有意境。我一听这句话，我就想起那个我们在那个屋顶上拍的那个画面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最烈的酒。对 ，That's me。哪个？哥塔就是白的。啊，那个，就是酸奶哥塔。嗨，没有，因为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健身。第十四段。哇！艾伦，这有。真的这。第十五段。要不我们去买点酸奶吧？省着点花，这些都没必要买。有自热小火锅。哎呦，我怎么就知道吃？我已经买上去了。谢谢啊，弟弟。嗯。他买那个垫子、抱枕啊，就是浪费钱。我是该花的一定狠花，不该花的一点都不花。好。看您这么面带笑容的看着我们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交代，或者是需要我们去做的？我的第十六段。最重的时候是175，真假的？最轻的时候是106，是半的时候。健身啊什么，就刚不打乒乓球之后，我去健身了嘛，然后健身上瘾，然后还举重啊干嘛的，就是那种腿也合不上，胳膊也合不上那种。开笛子鞋的时候就是第十七段。